肉盒子小玩家呀，剧透我跟你说，祖坟都让人给刨了。刨去死全家算啥是不？开门。我手电筒。开门，谁让你敲门的？听不明白中国话呀？完了，干上了。你看过？你看过？你不告诉我里边他妈系上了呢？开不开了呢？你看过？看过你不告诉我呢？记上了，你看过？啥你都知道，就这事你不知道，一天天的。跳窗户进去，跳哪个窗户啊？就这鸡巴地方，看我想不想进？想进的话，我还能跳窗户。墙你都扒了。操他妈！真的，就去的地方，去的这些地方啊，没有一次。咋的了？这里边咋还亮灯了呢？他亮他的呗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去的地方他妈的没有一次就顺顺当当的，他妈能进去的时候，不他妈跳窗都他妈跳门的，窗户太高了，我倒能进去，人能进去不？所以说还得找门，别往那里边照，人家，你看，把这门打开了。你去把它打开以后不会来人啊，没事干就完了，别再啰嗦，干就得了。你滚犊子吧，我都怕来人。走的时候再给人关上呗。我怕的是咱辈儿来人。他门没锁吧，对吧？跟我俩这那的啊，还非得跳窗户。人们他能不用担心他，他从小就爬房，都这样了吗？哎呦我操！纸钱儿！哎呦我操！那边怎么全纸钱呢？啊？这里边怎么全纸钱？纸钱呢？这里边干啥的？兔兔，哪有兔兔？啥兔兔啊？应该说打小就虎，是吧？有人没？咋的了？这好像人家准备接电呢。没有电。来，你拿着。拿着来。我跟你说，海哥，你知道这不？你知道这钩子是干啥的吗？他要去画符。他要去画符。欢迎轩轩，欢迎撒鸡头，欢迎福尔摩斯。你们听。什么挂人肉干的呀？还搁画符呢？我跟你说，就这个，对对对。又到了我的排污阶段。不是画符阶段吗？对，排污阶段。我的天啊，哥，好熟悉的地方。就这个，你知道是干嘛的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地方啊，
拿着个梯子上去楼，人来挂这地方。你试试呗，你试试呗，啊，你试试没呗。有梯子上不去。照他屁股拍一下就尿不出来了，我咋那么损呢？挂内衣，感谢我天干哥，你谢谢就我认天识干内哥。衣，你拿吧。你拿着吧，我这手腕受着伤了。你就认识内衣，家门咱有票，在晚上等整一整，门插上，谁也别让谁进来。妈的！这里干啥呢？卡不？啊，家门卡不卡？给这都进来了，给这能跳下来，不卡。这男的的声音好熟悉，像你认识我似的，像你认识我似的。你加真爱团，我让你熟悉熟悉。不卡，不卡就行。这个逼操狗一直叫唤，杠杠杠杠。杠杠的烦人是不？哎，你记得这儿应该有个符在这儿。啥符啊？不知道，我印象中这儿应该有个符在。我卡，你卡那没办法了，换个天珠，有没有地面？啊，把这鱼线弄走。哎，我操，这鱼线真细。这个逼操狗。是这里边有狗还是外公边？又路演二位。是这里边有狗还是外边的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敢说那话呀，我一说那话，我媳妇就急眼了。你到时候再看着他就叫。杀了炖肉。鸡肉给你炖了。来，你过来，你看海子干不干你？你看他屁股大不大？来，你过来看你能不能干得过海子。来，过来呀，有能耐你干他。你给海哥摇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买狗粮吃，快来！我都不知道，你干啥？你揍着我！我都不知道那狗在哪。你揍着我干啥呢？你别看着我！你看我干啥？一看你就能生儿子，好生呀！小，换我小唐僧。你站稳了，你站稳，你站稳，你这还干啥呢？行，那他妈损的，贱逼！真贱！知道就行了啊，别说出来。好，蛋儿哥。别鸡巴整那狗了！我寻思让他过来跟你干一仗，看你俩谁他干得过谁。那万一你吭哧吭哧，你给他咬了呢？你给他咬了，他输了，他不就不吭哧吭哧叫了吗？你看那个熊样，你看那个熊样。哎，咋还？这里边曾经发生过电火，看见没？曾经这里边老辉煌了。发生过电火，哎，有电，傻呀！我又没用手捏那个大吗？你们说大不大？恭喜我录一下二百倍，别整我！人家那叫大嘛，人家那叫性感。还有地产小哥，还有发财兔子，大，大，大大大大一大大是不？我操你妈！没有，但我知道这个有个地方，大大一大大是吧？对啊，叫性感。哎，海哥，你媳妇怎么在这儿呢？
你们说是不是血？这是血，正好不行的血。天刚哥，你怎么这么损的呀？我离我远点儿！于谦。我操你妈！我一回头看见这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，死这儿，对呀、啊。你小心点儿，他就稀罕男的。你小心，你菊花再次不保。这女的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呢。真的，这女的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呢，你小心点儿。你小心点儿，抱你菊花。咋的了？你说我以前在那里边见过一个脑袋啊？以前在那里边见过一个女人脑袋。研究室里边以前有个脑袋。操你妈的！这他妈心给我吓的。你问不信你问家人们。帮我朱玉姐，家人们咱有票，咱往上顶一顶。咱以前是不是在这儿见着过一个脑袋？是不是？有脑袋，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东西？有，你不信你看那上面，你不信你看这儿，你看这儿，看这儿，看着没？这是咋的了？看着没？哎，不要接，还搁那短儿，有电。这里边有东西没？不知道，我看不见。哥。看不见，有东西吗？啊！操你妈！没有，脑袋给哪呢？哎呀哎呀，这给你能耐的！哎呀哈，这能耐的！真有，以前你不信问我，问问他们。被电死的，电线里面。家人们，我问你，以前这里边是不是有个脑袋？咱以前来这播的时候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个脑袋？大声的告诉我，有没有？来，他妈谁谁？你说他们说话，来，你给我听一下子，来，你听着，你别看手机，大声的告诉他，好像是。来，听着，有。你照眼睛。真有意思啊！是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看你第一场直播好像就是这。邵时光又浪回来了，也不知道去哪个小姑娘房间去溜达了一圈回来了。但是我就看这嘎子，这个肯定是有点问题啊，家人们，我看这嘎子肯定是有点问题。地下一滴都没有。哎，就是啊，全在墙上。哎，真的地上一滴都没有。哎，你看这儿，海哥，咋了？我要知道，这屋咋这样式的呢？怎么瞅着跟雪花似的呢？家人们，这边的是我，那边的是谁？我的眼窝旁边的呀！你动动动动动，走开走开，你走开。谁？你靠边。我操你妈。哎。我操你妈呀，这他妈心给我吓的。我呆呆。这他妈心给你吓的。怎的了？
我自己。你瞧，你有病似的，你给我吓够呛。我以为你看见啥东西，你能不能别这样事儿的？我操，家们你们自己说来，谁？你们谁截个图给我看看呗？你别动啊，我进直播间看。那这是这型的是吧？看见个脑袋。不用看了，换消神，赶紧消神。旁边那是怎么？我自己，你没看吗？手电。不对呀。咋不对呀？我自己，看见没？你旁边那个怎么可能是你呢？双层玻璃。啊，还真是你。行，虚惊一场，你瞅这个形像不像上厕所啊？啊？懒得尿。净鸡巴事儿，拉驴上磨死尿多，真的。尿完你就从屋里出来啊。别吹，咋的？大晚上别吹，咋的呢？我尿完了。不是，你是泼出来的吧？没有，我真尿的。你不信，你去看看，我真是尿的。不是，家人们，咱这是尿的还是泼出来的？容易招鬼，那才好呢。咱来干啥来？不就来招鬼来了吗？是不？家们，你说他是尿完尿出来的还是泼出来的？我倒出来的，行不？喷着，元哥你真骚。你是个新男孩。赶紧消食。干啥呀？新郎官。新郎官。给海哥一带，海哥就是新郎官。你带上来。我不带，我不要当新娘。你不是新娘。我也不当伴娘。你也不是伴娘。我是啥？啊？我是啥？你是老婆婆。不持久啊，肯定不持久，玩差玩意儿。随当尿裤那样，干啥呀？我肾不好。嗯？我肾不好。焦黄。不是，就尿了一点。焦黄，刚才那个香口是开着的吧？香口？什么香口？现在也是开着的。它一直都是开着的呀。现在也是开着的。欢迎，我愿为你成魔。现在也是开着的。有人没？哎，拿一下手机。啊！哦！拿手机，我他妈电话响了。你干鸡巴毛啊！我操，这他妈给我吓的。公交幺哥，闲的没事干吗？吓一跳，至于吗你们？我操！至于吗？完了，海哥被吓不正常了。能不能好？能。你瞅他这个鸡巴死叔，你看。手机又摔了，恭有妖果二位。我
你别鸡巴整这出，好好的。勾引他一波吗？我把我都吓着了，我吓着来之后都夹断了，我跟你说，菊花一紧。我砸上，我砸上。2月31。别等了，一会儿出来个真的。哎，看这地上，这里边肯定出过啥事儿。那还用肯定出过啥事儿？那肯定就是出过事儿。这地方死了一个服务员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呦我操！真的，刚才他妈没给我吓死。人吓人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。那是空台。这地方肯定以前供东西的，这是一个酒店，这地方应该是供的财神爷，财神对门吗？供的应该是文武财神，应该俩财神，因为单独一个财神的话不对，不对，单独一个财神的话。欢迎我勇哥。呀，我们家勇哥来了，欢迎我勇哥。这是啥？这是八骏全图，这八骏这感觉不对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才七个呢，那个呢？几个？来，给我好好数数来。啊，不对。几个呀？一二三四五啊，八骏图。八骏。不识数。不是，我把这个给落下了，我把这俩看成一个了。你就当我不识数好喽。里边有耗子药。嗯，耗子药搁哪呢？哪有？没有，你吃了吧？鞭炮那个。我去公司了，号挂直播间了啊。去啥公司？慢点开，开慢点。换我诚信哥，有办驾证的啊，打那电话啊。有办，去你妈逼！不给他打广告，给我多少钱呢？给打广告。问题是你要打广告，咱家人还得大老远的从别的地儿，甚至南方过来的，不合适。别动，别动。咋变了呢？你跟有病似的。给我来个地三鲜。等会儿我去上厕所。你这。那不要地三鲜吗？好，我寻思你咋又上厕所呢？欢迎，我是你爹。这是故事吗？这是啥故事？这边有一个厨师，把服务员给杀了。那厨师，把那服务员，就是在背后说那个厨师。嘘嘘嘘！大鹅。大鹅呢？哎。这会儿以前应该贴的符，我还别欠了，欠完以后又给我。感谢我文勇哥，感谢我腰果。其实我最爱照镜子，你知道吗，家人们？谁？光橡皮。其实我最爱照镜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啥我爱照镜子吗？对。我叫腰果。
工友工二位，感谢我勇哥。厨房在一楼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给你看看厨房去。厨房咋的了，阿四爷？你看过这地方没？厨房掉出个人。厨房，对，我那故事讲了一半儿。你到厨房我教你。欢迎马卡巴卡。进去，我跟你接着讲。我跟你讲，就这个挂钩，看着没？手电筒哦，他这挂钩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，当初这个饭店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饭店，就一排挂钩挂着一堆人呗。不是，他那挂钩是上面再挂一个，完事就是顺下来，就是矮一点嘛，人好歹能够着切入。他说四爷是干餐饮的，帮小蓝小兔，四爷干切那个餐饮的，说这个厨房有可能有东西。就是切这个人，卸这个人，然后把他身上的肉什么的。都放到那个放到锅里煮了。好，你好像吃饱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没镜像啊？啊？你镜没镜像？镜像了，镜像了。啊，镜像了。好，悟空。没看见啥东西。你蹲下，你蹲下。啊，好了，好了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，站起来吧。站不起来。爱鸡巴站不着，走了。还有石头，还有岩影。说怀疑我凑石头。家人们，还有十分钟，咱有真爱的。拿看看多少？妈呀哈，哈才9000多啊！行，大家伙努努力呗，咱们不说全完成呗，咋的弄一半也行呀，是不？哎，海哥，嗯，我上次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没挡着呀。你那边我能看见吗？那窗我直接能看见的时候。上次来的时候也没这个帘儿搁这挡着呀。还是有，你看挂大旗回来，应该是你没注意吧？应该是没注意。能有电吗？都没有灯，你拽它有什么用？嗯。都没有灯。你看这灯，麻木灯。那它也不亮啊，这灯。那也不能亮。干啥呢？干啥？你扣人马蹄子干啥呀？回家烤吃。你把它尾巴薅下来，做个那个什么，就是拂尘。拂尘呢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多马呢，够你做好几把拂尘的。走，有。感谢我信封。看微信，给我媳妇让我看微信。谁送啥了？感谢天使。你轻点。我文勇哥加我微信。你别整那鸡巴老破逼小电脑，就别往我脑袋上晃。你瞧，你往我脑袋上晃来，你看个儿看来。喂，你瞅着，瞅着大脑袋，给我吓一跳。有人没？哎，谁？怎么了？我操你妈！来，电话拿上来，来给我摔他。我赔不起啊！我赔不起，真心的赔不起。老鸡巴发微信，你给我静音，别摔，别摔，挺贵的。你静音吧。
啊，你进去吧，揣我兜里呗。揣我兜里就是。操你妈的！给我吓一跳，我寻思啊，后边有个人呢。哎，这地有拖拽的痕迹。而且我怎么感觉像漂水呢？哎，海哥。嗯。你看那埋的吗？我就是看那个不埋汰，我再看着对。完了，直播间全没动静了，一个说话都没有了，行吗？有啥挺不住的呀？这才能正好锻炼锻炼你。我不想锻炼，你拿着吧，一个说话都没有，哪管有一个也对得起你。来看看这俩大黑鬼，直播间的。饿了，回家。我早都饿了，我胃疼。他说了，他都我就各种带节奏，他都带了半天节奏，问题是你们没有人吱声，你知道吧？欢迎黯然，欢迎潇潇。走呗，你走跟。行。这北北干啥呢？进进出出的，我知道你那独角兽好看。谁呀？不知道什么声音。我去看一眼。你抠，操你！你走前面。谁？你等等俺们。没有啦，我车上没有啦。我车上没有啦。找到啥都没有。爸，我这信号满格的呀！啊？卡不卡？哟，海哥要啥辣？海哥又不是辣，又不能点。在哪呢？能不能看见？那上面有个死字呢，那上面全是血。有大鹅在叫。感谢我新奇大珍珠，谢我新奇。能不能看见有啥事儿？感谢我新奇。啊？上去看看，走。海哥都说了，有事海哥上，没事上海哥。感谢我新奇。这门我插着呢，这个门我插着呢，你看还一直插着呢。谁呀？啊！你在这等着我，我去厨房看看。啊！我听见了，感谢我月姐。
能不能是那女的呀？不对劲儿啊，海哥。对，小小春春。讲过了，顾子，你来晚了。走，你走前面。他他妈的给逼的，你瞅我这害怕啊！哎，那上面埋汰。我是让他们看看。埋汰。我是让他们看看我的个儿。哪个窗户有东西？啊？双层玻璃吧，那阵我在屋里边反不都反出来两个我吗？对，忘了。有没？啊？有没？那是自己，那是自己，这看不着还、啊？就这样能看清？哎呀，是你去对面，你去对面那屋去啊！你去对面那屋。你叫小明，记得打灯啊！他在这儿等着他啊！你们帮我盯着这点身后啊！灯光从上。啊，行了，没事了。跟鬼似的，瞅着跟个鬼似的呀！注意安全，姐。好，你太丑了，你那么一照。我这是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说太丑了嘛。但不对呀、啊，刚才这边是有声音的呀。这边啥东西都没有吗？哎呦，我四个眼睛给你照的。谁让你理我？谁让你站我手机镜头前？刚才海哥就在这屋，对，有动静，有动静。我在那儿来的。呀，但是刚才真的有声音。我也听见了。啊，我心里爱吗？去别的屋看看，走。哎，我操，能不能是那脑袋那屋啊？走，过去看看。你都，你打前阵。这不对呀，没脑袋呀！后脊感恩发凉过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十二点了，感谢我小春春。十二点了，咱能不能帮飘皮整一波？行，我给你关啊！十二点了，咱能不能整一波？十二点之前，我操！是。这唬了个鸡的！里边的灰全他妈干出来！哎，你看这天好像烧的什么东西。家人们，十二点了，咱能不能整一波？能不能整一波？感谢我小春春。走吧，上楼上吧。走，看看。还有一个屋没看呢。背景讲完了。感谢我信封，么么哒！谢谢我信封，感谢我信封哥。有障碍团，咱搂障碍团礼物。有障碍团，咱搂一波障碍团礼物，家人们。昨天你是不是没播？嗯。昨天都没播，家人们，今天咱是不是得来点牌面呢？别让那帮人看咱笑话，是不是？啊，没动静。
要不咱支架吧，行吗？哎呀，我听见了，他说行。行。哎呦我操！感谢我陆爷，空中列车，谢我陆爷，感谢我大爷。要不咱支架吧？去哪儿支？我看都也都不爱吱声，也不爱说话。同意支架扣一，来不同意支架扣二。感谢我春哥，谢谢我春哥，么么哒。感谢我诚信哥的奥泰矿，谢谢我信哥，感谢我诚信哥。我操，好多太空好漂亮。有没有东西？不行，咱俩做个游戏，招一下看看行不行？没有蜡，我没有蜡。红灯。红灯，我媳妇儿等红灯呢，啊、没有红蜡呀，不是，呸，没有蜡呀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这现在买也不知道哪有。我是谁？诚信，你老改名，我去哪儿知道你是谁呀？不是我姐，我姐，我姐。诚信，这又改名，我不知道我是谁呢。我，这谁呀？我，姐，我，你改完名儿想不起来了，名儿也改了，头像也改了。报上名来吧。你报名吧，你让我少死点脑细胞吧，本来我就不够。我操，宇哥，你真贱，还整个女人的资料，女人的名字，不是诚信，不是女人的名字。我这没有辣，那会儿这些有碟了，对不？就是要掐指算，问题是我掐指算我也不会算的。这哎，对，你拿个碟子。哎，真的，咱上楼上，上楼上咱都看完，看完之后咱拿个盘子，咱俩一手一摁，然后我上网上，我一会儿你打电话，把我电话给我，我上网上我找着碟仙那个怎么玩，行不？家人们，好，这是我的，你在那兜里。花园坑到我改名，国宝坑到我改名。走，咱先。你走啊！你走，我找，我找，我找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该找，该探探。海哥，你说什么？万一出来东西了，咱能不能不提那个思清？他再来，我都踢他了。欢迎我繁华哥，欢迎我萝莉。一天天的。哎，这怎么都有这么多粑粑蛋呢？啊，海哥，这是不是养啥东西了？还是进来羊了？不知道。你看看，家人们没有加入赞爱团的宝宝们，加一加赞爱团。羊吧。我操！不知道啊。碟仙是半夜12点。可以用手指尖触碰一下镜子。现在手指尖触碰一下镜子，我触碰了。哎，我操！你是不是想说我触碰完镜子以后，里边有个东西拉着我，直接给我拉镜子里啊？你别吓唬我，我胆小。感谢我小心机。我触碰了呀，我都捅他了。哎，我操！你吓死我！我寻思我他妈，我突然我身后出来一个这玩意儿，你们看，我正搁这，我这么杵镜子呢，他搁旁边那照着。你看，你再来一下。突然之间他就出来了，这给我吓的。So, 家人们，咱们没有加赞爱团的宝宝们，加赞爱团。对，是挺吓人的，老吓人了。他那出比我那出还吓人，真像鬼海哥。海哥像个吊死鬼，欢迎我呆。海哥就是吊死鬼。欢迎暖阳。
你慢慢查。哎，这上面有三个字儿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啊？哎，怎么感觉怎么？这上面有三个字儿。哎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三个字儿。服务员。嗯。看见了？哎，对，你就刚才那么造，往下。看见没？服务员。服务员三个字儿。那啥玩意儿？我操！那啥玩意儿？哎，咱今天晚上对着他招啊！鸡，哎哎哎，哎，这有辣，这辣能行吗？这有一只鸡，不是半个鸡，半只鸡，好香。对，香着到一半的香咱就别用了，一半的香点着不好。走。继续烫，刚好这烫完这一会儿，看看一会儿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再有香的，有香这还有没有别的辣来啊？来！我操，这老些辣呢呀！不用那个，先这个，先这个。万事俱备，能点吗？我看看啊。你点。我操！哇，可以，能点能点能点，可以，行，一会儿咱玩，一会儿咱们玩啊！家人们，咱有能力的啊，咱有能力的，咱就往上整一整，顶一顶，整一整，顶一顶，然后咱们一会儿咱不要求榜一，但咱也得榜二啊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谁说不是呢？欢迎韩琪宝贝儿。海哥，给你拿一会儿，我手腕不行了，我手腕受了伤呢。啥也不是，我手腕前天晚上抻着了。咱不要求榜一，咱也得干他个榜二。新来的小逼崽他们都叮当都上来了啊，家人们。我这个老人还不低那些新来的小逼崽子呢，这一天天弄的。我顶到底儿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真的。宇哥，新来的户外的小逼崽们都罩着我，感谢家人的支持。你们还得，哎，我还有俩呢，还有俩呢。这装修咋这个型呢？啊，这么低呀？啊！这设计，哎，孩子，你今天走的时候撞脑袋不？不撞，这东西应该是1.85米。哎，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站在这儿，站在这儿，停。洗浴。也就这么差这么多。洗浴按摩房。也就这么多。壳号用的。也就这么多。不是，谁说的？谁说的壳号用的？那个 ASP， 你看看来这壳炮用这大屋吗？啊？有点奢侈了。壳炮用这大屋吗？这应该是这以前是个饭店啊。是个饭店。哇，洋洋一女的干户外，还真不容易，有票上上吗？哎呀，没有用啊，干说也不上。还有就是今天没有东西，一会儿不行咱就支架，然后那个把那什么把蜡点着，看看能不能出点儿啊。啊，行不行？那阵支架还1300，1300多呢，
1030多，现在1000有点往下，对吧？一会儿不行，咱就点蜡支架，看啥，看看啥皮毛，啊？好明，好明明。哎呦我操你妈！砖咋弄上去了？我操你妈！这砖头咋上去的？啊？感谢我宇哥。恭喜宇哥！我也，但那个也没有什么，就算姚明在那儿，他也不能，他也弄。我操你妈的！这是个技术活啊！你说姚明站在这儿，他能弄得上去吗？我感觉这些东西应该是那服务员弄上去的。哎，嗯，这还有一块，你打下来。你起来，离远点，小心给你脑袋砸了。哈！你砸吧，你砸吧，我这也是水准。你别往玻璃上干呢！我不打。哼！你起开！不砸了，我揍他了！感谢我新奇宝贝儿，谢谢！海哥，你过来一下，感谢我新奇大宝贝儿，你过来。来这屋，过来。你还站在刚才那个位置，你还站在刚才那个位置，别动。恭喜我宇哥。咋的了？没事，我看差眼了。我看差眼了。还想蜗牛，干啥呢？感谢我蜗牛，你再错一个。不是了，我还差点。感谢我蜗牛，谢谢我蜗牛。一会儿咱支架，看我这咋的。好，好。我操！咋了？这不是饭店用的那种桌布吗？感谢我明。感谢我宇哥的钢琴独奏，谢我宇哥，感谢我明儿，感谢我新奇宝贝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记得我印象中这原来是左边一块砖，右边一块砖，上边一块砖。我印象中是这样的事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这块是左边一块砖，右边一块砖，然后上边支了一块砖，就像是那种小庙似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完事还放的有那个。两个酒杯。有海哥在就是什么直播？你记得对吧？我也有印象。那是砖匠。他们说是羊粑粑，但我怀疑是兔粑粑。是兔粑粑吧？下来，你下来，宇哥。晚安，宇哥。欢迎我月姐。是兔粑粑还是羊粑粑？啊？不让打。中间隔个空格，或者用拼音代替。老鼠，那老鼠粑粑有这么大吗？别闹！鱼哥，你净逗我。兔子粑粑。羊屎蛋子。兔粑粑，兔粑粑。野兔粑粑，搞笑。有。
那这老鼠得多大？这老鼠这得跟兔子似的那么大。走，上那边溜溜去。走，咱溜达完以后，咱们支架。咋了？咋了？哎，你别造了，那边停了一辆车，就在我车旁边。走。别上回去了。我拿手机造，没拿手电造。感谢我永恒，谢我永恒。欢迎滑雪。老鼠粑粑跟米大小一样，对，跟米粒儿似的。有人来了吗？不知道，就在我车附近，在我车对面停着呢。你小心点。海哥，你怎么你的卫生巾乱扔的呀？啊？你怎么把你这玩意儿乱扔的呀？那我被抠鼻眼了，抠完鼻眼之后一直没好，然后有点刚漏，然后我就那天上这上着火，然后放那个。哦，行吧，你这么说，我不为难你了。海哥说他刚漏，我还是用的这，那这太小了啊，太小了，勤换呗，为啥整？为啥你的血是粉色的呢？嗯，为啥你的血是粉色的呢？有点淡是吗？啊，对谁的？啊，你的血对水还能灌血肠吗？哎，我你等会儿我再问你一遍，海哥，为啥你的血这么淡？你还用刚才那个表情？海哥刚才就这出，就这表情，不知道咋回答我了。我他妈问的问题太奇葩了。你看，我月姐说了你贫血。啊？我月姐说了你贫血。白血病的呀，贫血。白血病的话，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呀。欢迎至尊哥，哎，你看，我那天尿尿都尿出血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尿尿都尿的血。对，孟娟。我那天我这嘎尿尿，我不费事儿。你掏一下那个呗。我掏哪嘎小窝？你掏一下。我掏。你掏一下。我们都想看。我不掏。你掏一下吗？够不着，那你拿着，你拿着。赶紧看完事儿，支架是吗？啊。这里边是好多球啊！大哥来大姨夫了，对，你大哥来大姨夫了，我给你看看新奇，我给你看看，你看你大哥大姨夫都是粉色的，他说他那个兑了点水。别把小鸟给掏出来，是小生命。感谢我希望加入赞海团，谢我希望。叫啥都想哭，你咋的了？不咋的。鸟娃娃？什么鸟娃娃？这明明就是海哥来的大姨妈、大姨夫，还有天狼。关键海哥来的大姨夫有点淡。感谢我盖盖。你妹的，别看了，看看能怎的？你我操你妈！这俩杯子。这俩一看的样子应该是整个的吧？应该是一个吧？这还有一只鸡，哎，这个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吗？是一个的吗？是不是一个呀，家人们？你去上车呗。啊？你上车去把那啥拿来，把那个支架拿来。行，不是，是，不知道是不是。给。你上车把支架拿来。
点外边那车。泡腰果，聚光看不见，灯那儿有人住啊。蹲着有人啊，蹲着看看。大河就是，对，赶紧走吧走吧。家人们能加真爱团，咱加真爱团；一百钻，咱加真爱团。一会儿咱就给大家支架。哟啥？真亮呢！车灯吧，对面有人住吗？没人。啊，这边呢？对，门开开。行了，过来吧。搂开，调高点儿。调多高？拿着来，拿着，瞎鸡巴。是老乡啊，啥意思呀，希望哥？你们聊啥呢？对，满五十奖励50000票。感谢我希望哥，谢谢我希望哥连红尘。大哥们不要不舍得花那100钻石加一下真爱团，对，有的咱们加一下。感谢我草木之五哥，谢谢。嗯，我说我们俩是老乡哦，懂了。哦，不行，你那个调低点，太高了。嗯，太高了。能换换换要换。嗯。欢迎我咋不上天呢？上天了咋整呢？上天我还得探你呀、啊，哥，别上天。啊、哦，2岁半，我也是沈阳的啊，老乡啊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老乡就应该上点赞一圈礼物支持支持，是吧，老乡？啊，好，不好使，嗯，往那边掰，往那边掰一点。
哪边来？这边。就这样。妍妍。来，太会说了。太会说了，我不是太会说了，我其实我是最不会说话的人。别卡在关机键上，这卡没了，好家笨。我能卡到关机键上吗？行不，家人们这样啊，十点关了，把辣的上来。好。然后拿盘子上来。好。辣放哪儿？啊？放赌头那俩屋。行吗？操你妈！你看那边人窗户下去吗？啊？你看对面人窗户下去吗？你俩还得死！咋的了？看图。你俩还点几个？啊？你俩还点几个？你看能点几个？点几个？我点那头的。我操！瓦蓝，哎，看那边没？那窗户瓦蓝，车灯一晃，挺吓人的是吗？你小蜡烛太大了。没事，有点亮就行。总感觉对面不对劲儿，窗外不停有人住。走过，车灯。拿我机烧坏了。啊？拿我机烧坏了。咋坏了？烧的，烧的灵。不能撇了，不要了。快弄过去，不然一会儿他妈烧拿了，烧热了他妈能拿吗？那搁手。人气哇哇往下掉啊，都他妈看别人去了，谁他妈刺激啊？没事儿，觉得不刺激的可以走了啊，谁刺激看谁去。直播就这样啊，行，够用。你把手电筒关一下，我看看。你关一下，我看看。能看见吗？那边那蜡太小了，蜡头。等会儿，让它早一会儿。你把实在不行，都把手电筒立里边那屋。姐的脚好利索了，我不知道啊，你脚咋的了？就烂了。他有心机姐问你脚好利索了。没有完全好利索，但还是疼。我脚扎了一下，还缺什么东西吗？啊？拿个盘子吗？我告诉你。那我下地球是那样，你不告诉我拿盘子。
看走路好多了，是。好了就好，我们也放心了。哎，别动！你关的门啊？我他妈刚上来。哎，家门刚才是不是开着门来的？我他妈我刚上来，你看我一手手电，一个手盘子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你打开，你打开，把门打开。你这一站，你搁这吓唬我。盘子放哪儿？反正放这嘎子去，咱俩敲。敲啊！我记得那边有个筷子，我去取那筷子。谁？鞠躬，鞠躬，鞠躬，好。谁呀？爸爸要在这救人呢。来，咱找他。我没找到，还没找到敲的东西呢。我记得哪有一只筷子来着？手电筒敲不给他敲坏了啊！轻轻的呗，咱招他行吗？哎，你搁这待着啊！我上楼下去弄什么？弄啥呀？有东西告诉我。好。人就在门口，走。这边有个门，你看我人搁哪儿呢？你看我门口的人搁哪儿呢？哪儿呢？你干啥呢？他们说这门口有人，我就过来了。过来，你拿纸钱干啥？你拿纸钱干啥呀？我找这干啥？他要走。来吧。不行不行，他给我想尿尿。哎，是你牛先生。
是你信任。我要烧了点纸钱啊，太黑。你把手电筒往那边，一屋放一个，立着，放那边。好。来。哎，你让我看见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禁言你啊！我给你禁言了。镜头有点歪，这回行吗？这回够亮堂吗？哎，你别你那啥，别放那头。对，你把那个手电筒放中间点儿，亮点儿。亮吗？你把手电筒往这边那屋放。现在只能看见那头亮。往里边放，往屋里边放，放屋里边。你手电筒拿着啊，进屋啊。啊，行。行不，家人们？还有点亮，感觉。往屋里边吧。里边那个往里边放，里边你放里边那屋窗台上去。行不，这样啊，家人们，还是太亮是吧？你把这边那个也往里边点放。你妈了个逼的，我给你脸了，我操你妈的，装你妈的，我给这家子装你爹呢，啊，操你妈的，傻逼孩子。这样行了吧？行了行了，可以可以，过来，快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啊，给你打手电筒的吗？哎，对，用手机手电筒，先过来，来开敲，敲，行了，不搭理他，要踢了，傻逼。是你出来来，大家看门口有影子。是不是演的影子？是不是我影子呀？啊，是演的影子吧？刚才窗户那儿有个影子，小红。平时没有影子的。应该是我的影子，毕竟我刚才一直在那儿弄手电筒和蜡烛来着。影子，有可能。哎，是你现在？哎，不是，那窗户上是啥呀？刚才一晃有什么东西呢？我操！是你现在？没有关上了吗？没有。门关上没？啊？我看了，好像是没有关上。不是，我怎么老听见门吱吱吱响呢？
我敲那个敲盘子的声音。疯吗？能不能是疯？哎呦，不对，这门明显看得见是关了呢。关键黢黑黢黑的，我还看不见。不对，那门肯定关了，刚才。谁？别他妈喊跑了，取消！来，是你现身！你们看右边的墙上，右边墙上有个白色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们看右边墙上，是你现身！阴人借路，阳人回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阳人借路，阴人回避，是吗？清楚，窗户那块应该是，哎，还有那啥，你看蜡一直在晃动，感觉有东西过去了似的。也没有香啊，对，阴人借道，阳人回避，咱俩是不是应该回避？阴人借道，阳人回避，该叫香。给他们配点音乐。配啥音乐？我知道配啥音乐了。感谢，希望咱尽量送曾爱存的礼物。我知道配啥音乐了。小点声。我小点声，我给你配点音乐。太吵了。没办法，旁边是大马路。感谢，哎呦，我希望，谢谢，我希望。那头黑的，看到了。那音乐叫啥名来着？出来没？原始版。原始版。小点声。
感谢我，希望，谢我，希望，家人们，咱有票的，咱整一波，支持一波。小小春春，我又没能明白你们那些东西都是跟谁学的呀？自己发的。对，自己放的，增加点气氛嘛，对不对？放这儿，给我。行，放这儿就行。不放这儿。还怎么闷闷不动了呢？音乐一放开有。啊？不到了吗？就怪怪的呢，那边站着一个人，只能看到两条腿，我咋看见中间隐约的红？哎，是你现在纯没把蒙蒙吓跑了。韩琦，你这个都不是正确的那个咒语。跟前有人，你说门跟前有人吗？刚才过去看了，这附近都没有。你应该把赌头那屋的手电筒拿过来，有不对的地方，马上咱就可以看。你把你手机给我，我去照亮。让我解锁。哎，我操！咋的？那怎么又关上了呢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过来，过来，上这。
跑啥呀？快点！关了酒店，关了酒店。继续敲，家人们，咱觉得好玩的，咱觉得刺激的，咱支持支持。没有家人在一起，家家在一起。刚才还240多人，现在都没人了。来，四女，你出来现身。音乐关了吧，是不？家们，音乐关了行不？还是开了？过去了。什么玩意儿过去了？关关关关。关了关了。一个黑影刚才过去了。哎，杨二小狗。是你现身来，哎呦我，啊！哎，那边门前门边那是啥玩意儿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？哎，哎，哎，哎！我操！我他妈过来了吧？啊！你现身来，现身！我操你妈！那头有总像有一个像人影的黑影，那啥玩意儿啊？他是不是在吃辣呀？不知道啊。啊？哎呦我操！哎，前方那个辣感觉不怎么辣辣。对，就像人影似的，一直在。底下有个红的，你们看，在里边那个辣不对劲儿。能不能是透明的？能不能透明的下面？不知道呀。哎呦我操！啊！对呀，你看别的蜡都正常，为什么那个蜡那么红呢？那他妈了个逼，开酒店看不见他呀，咋整啊？他也不过来。他来刺激我。
嗯，没了。哎，确实有个黑影啊！谁？我操你妈！要不你过去看看吧。谁？哎哎，你看拉，你看拉，那拉怎么通红通红的呢？那拉怎么通红通红的呢？那红的也不正常。窗户刚刚貌似有人脸，啊？对呀，你看旁边其他的拉都很正常的，对不对，战神哥？哎哎，你看又闪了，哎哎，你看，哎。就唯独闪的那个不正常，蜡杯不是红的。他不是像我。咱们咱过去看看行不？啊，咱过去看看。右边感觉站着一个人影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要想问问，对呀，蜡烛就算再红也不能这样式的呀。蜡肯定死了，手站那儿，站脚儿的。对，始终在那犄角看，犄角站着呢。哎，嘉宾，你们说他能不能把这蜡吃完事之后就来对面这个吃对面这个蜡去？啊？他能不能挨个吃啊？点几个？我点了四个。咱过去看看，看看有没有，看屋里边有没有啥东西。没有，我要快回。你支持支持，名花有主。你支持支持，明儿买个蓝光手电筒，行不 ？PK 拒绝。你就不开灯，慢慢的走过去。那地下有东西啥的，半光亮咋整啊？地区看不到，那咋整啊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那动似的？真没有蓝光，加班咱支持支持，来，咱明儿买个蓝光手电筒吧，啊，买个绿的也行。手机放着，你不看看试试？我不去。哎。
哥，那是海哥，没事儿，家人们，咱们努努力，给海哥点动力。你说海哥都这么拼了，咱们也拼一把试试。咱们有的支持，哎呦我操！这傻逼突然间开灯吓我一跳，哎呦我操了，咋样啊？没有东西。哎我操，这二逼突然间一开灯，你吓死我了！完噔噔噔噔的还跑两下，感谢我微商，吓死我了。我现在老紧张，我让他给我整的老紧张了，这叫偷袭！哎呀，不是幺七六哥，他哪有这样事儿的？突然之间啊，突然之间一开灯，完了蹭蹭蹭的跑了两步。还有没？哎，有。嗯。不是我过去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！啊！你看到什么都没了，还在那儿。感觉不对劲儿，他应该是认为咱们看不到的，所以说他就没有害怕的感觉。看不到的呀，对呀，就是不现身，我有人心机啊！操！玩哪玩嘞？这门儿，滚犊子！能不能透明的？啊？哎！我操，上中间来了！啊！没看见玻璃上，没看见那边窗户上有个人头啊！我刚听说那杂货店接我通了，就在前面墙角。这个门太他妈……饿鬼掉俺脸上，不都危险了吗？饿鬼，俺俩都得放到这儿。你的头呢？哎，你说咱俩不在那会不过来？不知道。咱看一眼，有事没有就拉倒，行吗？抬头了？什么玩意儿抬头了？
什么玩意儿抬头了？我过去看看吧。走，拿来，拿来，拉着过去看看，有事没有拉倒。你拿着指甲。我操，脚都蹲麻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操！给我吓一跳！看这边角落，给拿手机，拿手电筒。感谢我霓裳哥。靠镜子里边，靠镜子里边。那我得下去看。不，就搁这儿看就行了。都能看见。没有。哎呦我操！没有。给我下一点。哎呦我操！这已经最暗了。我估计能行吗？我带着方方的呀。走，有算没有，没有拉倒吧。这玩意儿，咱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咱也控制不了它。拿着你把那个手电拿过来，用手捂着点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咋了？这个死逼眼了，不知道。哎哎哎！哎，蜡没了。你看外边。蜡没了。你看拉外边，你们看拉外边。里边没有蜡了，里边就剩点蜡水了，就剩点水了。里边就剩点水了，没有蜡了。蜡油子洒出来了，看不见呢。对呀，这蜡油怎么还洒出来了呢？你们看，到处都有。你看那几个有没？喂，这个也有，应该是吃到这儿了。看这个没有？这个没有，这个也有，这个也有，那这个没有啊？怎么没上这屋来呗？这个没有，你们看，我哪知道咋回事啊？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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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干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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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我点了四个，剩了一个。我点四个，剩一个。我点了四个，剩一个。走，海哥。我点了四个蜡，剩一个。哎哎啊！你先上来。咋了？刚才看那屋好像有人过去了。哪屋啊？啊！操他妈！不是，这个这玩意儿跑的。吓人倒怪的，感谢我霓裳哥，谢谢。我还以为真过去一个人影呢。
你让别人把门给你锁。行。这怎么会有大鹅的叫声呢？谁家养大鹅了吗？哎，海哥，海哥呀，咱俩去偷一只大鹅回去炖大鹅吧。请我家老铁吃铁锅炖大鹅，换气泡。那屋里头阳气重，应该不知道。看看窗户，去那边看，走。哎，你说咱把蜡给它怼灭了，它能不能捡呢？你小心点，海哥，你啥也没带，你小心它跟着你。反正我没事。我说了，我请大师了，头两天。因为大师的指点说我辟邪。我车上有三样东西，一会儿上车给你们看看啊。我车上有三样东西，我上车给你们看一下。从来没拿出来过。你把那个支架放车上，放车后备箱里。操，确黑。行，快把车子打开。我看看搁哪儿了。这弄啥呀？不会坐车里。不会坐车里。嗯。对，正好。老的呀。还没拿着。拿着。上次我看别人坐车里把我笑死，咋就那么搞笑？你们谁能看得懂？你们谁能看得懂？关键说实话，我自己个儿都看不懂，我自己个儿都看不太懂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么多，我自己个儿都看不懂。还有杨姐，俺看不懂，俺也看不懂。我那盒呢？这啥破件儿呀？这里边东西没有一个，没有一样是我看得懂的。敢不敢把你那个灯拿上来？敢。给我美白美白，我这老逼脸。哎，你看，立马帅了。笑着脸。是不？一说走，哇哇的人全跑了。回家了吗？对呀，到那边去也看不见啥东西。回家还有100来公里呢。炉香乍热，遥开随处，佛现全真。你给他们看，你看这里边的写的东西啊，他们看不懂。我有一些我自己理解的都很费劲呢。一般不学这些东西的人一般是看不懂的。你要天天和妍妍一块播，你就越来越帅了。关键我没有时间。关键他没有时间，再加上他来了你们也不给力，有啥用呀？你看那12点之后才咱俩多漂亮。